阿姨你好，可以请问一下哪一组？哦，泰鲁格族。泰鲁格，爸爸妈妈都泰鲁格族吗？啊，阿姐，我是四胞，那个、一个三胞，一个一胞。不要叫我哦。哎，要冷脑哈，人家会啊。那个阿姨，那个、啊、那你的妈妈是从哪里嫁过来的？都是秀林乡的人。哦，都秀林乡，秀林村的吗？对。妈妈是秀林村的吗？妈妈是秀林和平。和妈妈。妈妈跟爸爸都和平了。没有，爸爸是一包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爸爸三包加一包嘛，四包嘛。哪一省？四川乐至。四川哦。对。啊，我爸爸也是。四川成都乐至。我爸爸也是四川。对啊，乐至跟他。哦，那个什么，妈妈是和平跟尼泊还是和中的？乌滚。我滚了，我中滚，后来又搬过来这边了。没有，我是嫁过来的。哦，你是嫁过来。我是从河中嫁到和平。哦，好，那个。那个好，快点。那个，等一下。五字比比比比五字，五字比比比比五字。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。大姐，你刚刚说那个妈妈是河中哦？对呀，和平村。爸爸是军人吗？对，空军吗？不是，跟大陆过来的，跟他是陆海空哪一个军种？跟蒋介石哎，陆海空哪个军种？我爸爸是空军。黄，不是，他是黄海的。哦，黄海，海防的人。对，海防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来问一点德鲁古语哈，那你再教一下。那如果那个德鲁古像这样跟别的种族通婚混血怎么讲？混血可以怎么讲？印度啊。就是说。不是跟德鲁古结婚，是跟外面的混血，可以怎么讲形容啊？为什么我可以讲混血啊？混血，没听过吗？好，没事。那这个火哈，这个火怎么讲？大火气啊？大火气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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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烤火啊？有时候聊天，我要烤火，很冷，烤火。也是一样啊。那聊天怎么讲？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？德鲁古话口头禅。哔哔。他的口头禅是哔哔。哔哔。哎，妈，爸爸妈妈啊，哔哔。好。好，讲完。OK， 我们继续问完。好。聊天会叫什么？聊天嘞，本奥咖喱，明咖喱，麻辣，对麻辣，烤火是麻辣。那个邱瑞龙，那个小声一点，把你的声音录不到。麻辣，嗯，烤火是麻辣。麻辣，哦。本奥到哪个？本奥到哪咖喱去的？那个木炭怎么讲？麻辣。棒啊！那个灰呢？那个可以当肥料，那个啊？Gabulit， 这个就是有一个我们种花旁边。Gabulit。哎，花旁边就是把这个冷掉的哈，放旁边是蝗虫的。哦，蝗虫。佮个伊还冇贵，大概少见。那现在它在冒烟哈，那个冒烟，那个烟怎么讲？冒烟了。嗯。Manu。腾文大火气，我们讲的母语像不太好，对，我们有掺杂日语。等一下，我重开机调色一下啊。那来就5点多嘛，5点半嘛。那个今天是白天哈，白天怎么讲？见。哎，白天。晚上。根本。那个天黑了怎么讲？天变黑了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。
不是那个黑色怎么讲？大陆。天空怎么讲？灰。天空，天上。Galaxy。Galaxy。马路 Galaxy， 那还 Galaxy。好天气跟坏天气。哦。坏天气就是那 Galaxy， 好天气就是马路 Galaxy。那你在家里面有没有教孩子跟孙子讲德鲁古话？会。你那个孙子很会讲吗？听得懂。啊，我教你吼，他们不学吼，这台叫录影机吼，转过来你看啊。去买一台，我都跟很多那个大人或八姨八给讲吼。真的。你听我讲，去买一台吼，这一台大概50000块。哦，不要嫌贵。我说从现在50岁、60拍到120岁死掉。哦，不要生那个遗照挂墙壁没有用。你现在他们在上班上课没时间听你讲嘛？你就从现在60、70、80、90、100，留给他们，以后孩子会孙子会长大，他会看到你不同年纪的那个留下来的母语跟回忆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？你用，如果说那个鱼的话叫嘎巴，嘎巴乌德斯，嘎巴乌德斯，那就是嘎巴，嘎巴是鱼什么？对。如果有那个套子的这个形容词，这个字吗？套子，好像没听过呢。那个打手枪怎么讲？自卫。鸡巴乌德斯啊？鸡巴乌德斯，鸡巴，什么巴乌德斯？什么巴乌德斯？打篮球。那个如果说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是，就是那是干是嘴巴吃啊。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一个冰姐，冰弟弟，冰弟是舔那个、啊。那个如果说他有那个卫生安全宣导哈，做爱要全程使用保险套，德鲁古话怎么翻？哦，那现在木多会有阿德斯卡巴是吧？对啊。讲那个男生很猛，很猛怎么讲？对不？啊？哎不啦，对呀不啦。哎，厉害的意思。哦。如果说那个男生做爱很厉害怎么讲？对不啦，怎么回事？哦。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德布拉德莫克加。哦。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德布拉德莫克加。哦。那如果有些女孩子说，跟男朋友每天都会跟我要那个怎么讲？啊？如果有女孩子说，我的男朋友每天都会跟我要，要怎么讲？没事，比较是侬吗？拉不我，男朋友是拉不。没啥比了，没啥比劲啊。那个有时候，我觉得可能男生太猛了，女生受不了，那个受不了。受不了。就是做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太猛，你比他受不了。你比多的，不行。你比多就是撑不住。嗯。那个很持久，怎么讲？啥没得？下岗班的，下岗班的，下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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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的。那个，讲讲那个很猛，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。嗯，不是会的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力量之地。对啊，力量，不是会的，不是就是全身上有力量的。那你也可以这样录。录这个八姨你们聊天啊，互录啊，那以后那我要去买相机跟这个人呢。不，对，你看不是吗？你们自己录哈，有的老人家100多岁走了还可以回忆啊。对呀，嗯。那再把这些留给孙子孩子。他们要看呢。对，所以这个很好用，自己买一台，我都叫他们每个人家买一台。你们录影机。录影机。对，很好用，很好用，你不用等什么圆明台啦，什么日本记者来拍，自己拍。你们想聊什么就留什么，有时候老照片拿翻出来拍，哦，这个是谁？这个你的谁啊？公巴迪哦，他们不认识嘛？那个老照片，你就拍介绍。那有时候像聊天这个，就像我刚刚问你母语说烤火啦、煮肉啦，对，你可以边聊边
拍，然后他们以后长大会翻出来看，而且那个这个录影的话可以 copy， 对，不用剪。你买那个猪肉后，很多户越分越多的时候要买越多只，会越切越少。比十份、一百份、一千份，你懂没有？那个日本记者来，你就扣比一份给他，这是我们的文化。你是韩文那个中国，可是你还是听不懂我们的话。慢慢学，不要急，你要鼓励人家，不要挖苦。哦，好。他们有的嘴巴不好，你怎么都不会讲，你不会讲，你拍什么？我说你们嘴巴怎么那么烂？嗯。那个很多孩子都不要学，你都奈何不了他。你看有的爸，有的爸爸是牧师、母语老师哦。哦，校长管不动，他不要学啊。可是讲不出来。有的国中他还没有毕业呢，你看有的国中都不念书，你还说学母语？可以啊，拿水都嘞。我先说拿药下。哦，记得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买一台。哦，你可以录干吗？你们聊，你们可以用母语对话聊天。像我不会讲，我会用国语问你，但是你跟他就可以用母语对聊。干妈的孩子很厉害。不是，你先，你有空陪他，你就可以拍。他们现在再厉害，因为他们在忙。他可能博士教授他在外面忙啊，他没有空啊。对，那你刚好住部落有空的时候绕过来聊天。是我不会拍啊。没有，就这样，直直的就好了。五大师比一比，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，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波波手。的马希布布苏，哎，好，蛮欢迎苏巴来，谢谢啊。对的，近远，有没有？看这个。对。嗯。它比手机还简单。好。懂吗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你有时候家里可以拍孩子、孙子，那也更重要是可以拍老人。对呀。哦，因为我们都会老嘛。你现在六十岁拍哦，七十、八十，你后面孙子长大又生曾孙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你现在六十岁的样子。哇，对。你懂不懂？对对对。你懂意思吗？照片不会动，但是这个有讲话有表情。你懂吗？这个很好用，你们到时候自己放出来后，哇，就很有感觉。都是亲戚嘛，这等于自己拍电影。懂哈？三十下。三十下，也很老，个呆很老。三个小时不用等你呢，也很累。等用还要个爬山的哈嘞，那个熟了，熟的怎么讲？哈的，请坐。哈的。哈的的，阿弟你呢？生的怎么讲？生的啊，还是干的，人家卡的个，没的。没了。哦，那个炖怎么讲？如果在炖这个像阿贵啊，阿贵跟女朋友看一下哦。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干净，你是为什么？没杀书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没杀书，不是，你看我先问一下，没杀书神巴乌达斯姆这样啊？神秘巴。对，梅沙苏，神秘巴，神秘巴乌达斯姆，这样才可以。梅沙苏，神秘巴乌达斯姆，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哦。阿鲁，阿鲁，不是阿鲁，不是阿鲁。也喊你来，但是喊你难啥？那个烂掉了怎么讲？炖到烂掉。烂掉了，干嘛？啊？干嘛的？干嘛的？等嘛，那个是烂掉，就是已经拿起来的肉，那个骨肉分离就是 stomach。stomach 哦，对，那个太阳也叫 stomach。stomach。对，他们也叫 stomach。
stomach。差不多 stomach， 我们是 stomach。哦。要打下。很香，怎么讲？大叶皮。很香，菜叶不好看。马努。大叶皮，菜叶不好看。大叶皮。菜叶皮乌滚。菜叶皮乌滚。那是吃吧？好吃吧？我说很香哦。那个。他们说马路比根的话，马路比根的也是一种，菜叶比乌滚也是一样。菜叶比乌滚是好吃嘛？对，很香，还有什么讲法？味道很浓的意思。哦，菜叶比乌滚。菜叶比乌滚。菜叶。菜叶。就是菜叶比乌滚。菜叶跟马路是好的意思啊。马路是很好吃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听我告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听我告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来问一下哈，那个等路古话哈，听得到吗？大声一点啊！那我来问健康教育哈，那个等路古话，男生的器官怎么样？不打死。女生的呢？一百。好，那个男生的精子怎么讲？那叫 hold on 啊 ，hold on，ho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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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。那个女生的月经怎么讲？打了屁屁啊，打了屁屁，打了屁屁。那个男生勃起怎么讲？还有个啊，数，个数，数，个数。那个什么射精怎么讲？什么来的？啊，什么 hold on？声部，嗯 ，hold on， 哎 ，hold on 是什么？嗯，精子。那睾丸怎么讲 ？Bottom。那个乳房怎么讲 ？Vulva。那个乳头呢？小朋友要吸奶的乳头。Vulva Dono。Vulva Dono。啊。那个乳汁怎么讲 ？Milk。啊 ，Milk。Milk。嗯。那个。阴毛怎么讲？阴毛你是指男性，都是男性，男性叫 woman，woman， 女性叫 woman baby，woman baby。那个腋毛怎么讲？那个不知道了，没听过。好，那个男女行周公之礼哈，就是男女结合要这么哈，用台语帮我翻译哈。好。就是那个爪威龙啊，或者是邦卡里面哈，他们有些会生气哈。他那个闽南语比较通俗的是干你娘，那个要怎么翻译成什么？干么不熟？干么不不熟？那个靠背就是指哭爸爸哈，靠背要怎么翻？人民是大吗？啊？人民是大吗？哭怎么讲 ？Means，the 啊 ，means，the means， 嗯，然后那个靠腰怎么讲？腰就是肚子饿，哭肚子饿，靠腰，哭肚子饿。嗯，对，哦 ，what means hungry？ 那个，操鸡巴要怎么翻？跟我们去那个什么？你家？那个画沙小怎么讲？那画沙小。完了，单手。那画沙小。完了，单手。那画沙小。完了，单手。哦，马鲁。陈叶标公司又更深一层的味道很浓那个意思。哦。对。哦。那个有时候这个。都是八十五岁，你陈叶标公司来宾呢？等一下，我会抓镜头。那个有时候烟很大，所以那个眼睛熏到了，怎么讲？烟熏到眼睛，肝稳啊，肝稳，烟就是肝稳，不是就是熏到眼睛怎么讲？拿路多嘞啊，拿路多嘞，哦眼睛痛，对，拿路多嘞，哦，好，那个汤怎么讲？不，你说那个很浓怎么讲？很浓跟很淡，不，你要买路。菜叶比乌滚个半年是很浓好吃，菜叶比乌滚，但是吼，我阿姐，我阿姐没有味道，你知道？我阿姐，阿姐是味道。哎，对，我阿姐，那还乌滚不好吃。阿姐，我阿姐，我阿姐要搞一点好个东西嘛。舞蹈是比比。大哥，那我问一下哈，
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超级白怎么翻？大家跟诺比比说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诺比比说。大家跟诺比比说。对。好，门口是巴莱，谢谢哈。对。哦。因为他们有掺，我们的语言有点掺杂日语。那这个巴以在山山火，那个怎么讲？好，什么我跟你好嘞，打出你嘞，那个是巴，你能打。登达克，有没有跟？登达克是那个扇子，扇子登达克，这个等于是扇子的那个用意。扇的动作怎么讲？这个登达克，这个像扇的动作怎么讲？登达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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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火机，登达克，扇火。哦，对，登达克，登，再念一次。登大大好吃，登大大好吃，大好吃啊！出来呀！哦，真的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都是没有办法。这个哦，录音可以重放，就像我们台语都是多听就会讲。让他知道一下，台语很好学，台语看电视就知道了啦。没有，以前的原住民都不会讲，一常听常听常听就会了。对，那你德鲁古话多讲多讲，他就会了。嗯，重播几次吧。嗯，那个多讲就会了。嗯，那个。简容易怎么讲？简单。那很难呢？简单啊。很难怎么讲？爆掉！加油！正确！加油！东西的年轻人是这样子，如果要再喝，加油！你喝到底！吉龙加油！吉龙！是吧？吉龙！我的天！简单是简单，而且简单的又是不简单。哦。简单个，你跟他而且简单。懒惰怎么讲？平端。大爷比大伟。大伟。大爷比大伟是有够懒的。大爷比大伟。大伟哦。那勤劳怎么讲？啊，大爷比德鲁姆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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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德鲁姆兹。那个巴以刚把那个锅盖盖子怎么讲？啊，锅子。还到什么？我给他聊嘞。哇，你在哪里呢？锅木，锅木哪一个？啥子锅木个？哪个？盖子呢？这个锅木。锅木，锅木那个咩？锅木。它的盖子。哦。对。那个。你很像在教母语嘞。我就是要给小朋友学啊，滚呢怎么讲？滚呢？滚呢？滚，水滚煮开了。不挖的，我把你的耳朵很灵哈。有时候想不起来。嗯，你要先喝一口。那搞了我。把你现在几岁？83。83哦，哇。的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代下你那个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哦。我是泰巴朗的。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哦，把你那个很健康怎么讲？健康。Via subale。跟 via。Via subale。跟 via subale。Via。Via subale。哦。很烫叫什么？打鲁克。很烫。很烫。记录啊，记录。你现在洗衣服，那个洗衣服怎么讲？马后卢克斯。马后卢克斯。啊。你这个那个翘二郎腿有德鲁古有话吗？这样，德鲁古有那个讲法吗？翘腿。慢了六百。慢了。受伤啊。哦，那个是受伤哈。哪个你是跌倒？我哪都，我这个还是德国。嗯。哪里危险？哦，干啥？慢。哪里高危？白蚁。那个水滚呢？怎么讲？我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听我的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听我的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
险套这个产品的鹿谷话怎么形容？我是偷敢告诉的你，偷敢告诉的保护的你，他过去阿乌内姐姐，弄的他过阿乌内说。没得哎，那么长。他跟阿五奶说的，弄我，说过来说，啊，我听我的话你啊，这不你没得，可以怎么讲？我过弄到他过年轻的，我要抱起来嘛。那简短的怎么讲？啊，帮我翻译一次，保险套怎么讲？保险套，如果用的，如果用个，不得什么。
老公外面有女人，那个女人叫什么？我们不是小偷，小偷。现在叫小三。中国人家的老婆。对呀、啊。狐狸精啊，德鲁古话狐狸精怎么讲？没有呢，这个没有呢。啊、哦。我们是国人神将。同性恋来，同性恋来走，感谢对同性恋全面的。同性恋来，同性恋来走，感谢对同性恋全面的。家的女人哦，狐狸怎么讲？狐狸？狐狸？我什么狐狸？果子狸怎么讲？果子狸，果子狸，马努给呢？就是那个白鼻心呢？马努阿那白鼻心呢？拉克布，拉克布，不一样，差太多。拉克布，那个。咖喱你喊个白鼻心啊？啊。Teruko lakum bu, lakum bu. Aje, kata seminggu ya sejak tu, mana sudah mau kita kait teruko ga? Semangahan lakum bu, lakum bu, lakum bu. Teruko ya, tak lipul. 他们有的是用那个动物做比喻嘛？阿吉巴里比卡里格那个。对，不是这个，不是。我们讲的，我们听的不是这样。一二三，那个二是德哈。对。伊兰塔。德哈乌呢？可以讲二奶吗？嗯嗯，我们不想说包二奶三奶的哈乌诺，他乌诺不是哦，可以用就是白话翻译了。我喊他哦，古要安我吃，嗯，古要安我。面古还得阿姐给的面古个，古要安见。哦，那个外面的女人那个意思。如果说不要脸叫乌阿格拉斯，这样吗？就是啊 ，lazy 哦，啊 ，lazy 那个是没有礼貌，不是那个脸怎么讲 glass 啊？那 glass 什么？就是也可以讲不要脸嘛，不要脸，对啊。那个脸皮很厚怎么讲？皮怎么讲皮？你是超级棒。哦，勃起来了，硬起来呀！你要说硬起来，硬还是怎样？而且勃起了，硬起来，勃起都对的，都对的。哎，都给我加上了。用都对吗？哎，都给我加上了。哦，那如果说那个要怀孕射精，那个射精要怎么讲？哎，怀孕这个啊，怀孕不是男生那个射精要怎么讲？哦，老大不得，老大不得。老大，我的是。嗯。那个卵子跟精子，那个精子要怎么讲？这样，老大，我的。不是那个精子要怎么讲？这样，老大，我的。老大，我的。哎。哇。这个男，他那个精，男人出来了嘛？老大，我的。哎呀，老爷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麦克都是好。脸皮厚很厚跟很薄，那个很薄。切开是，也人家话切开特别。他说切那个猪肉切片要切薄一点，要刷火锅嘛。嗯。把一股给它磨给它干。哦。
那个爱开玩笑怎么讲？马克都，你的脸皮厚，很厚。你在德国过到马克都回来还不打卡拉斯？对，他那个是讲说脸皮厚，你不要脸那个意思，很薄的。你可不知道？那个哈，到处乱讲话怎么讲？乱讲话，就像他们喜欢乱讲我，到处乱讲我一样。乱讲话怎么讲？反正他们说什么好马咖喱。葛本领是骗人的。骗人，对。葛本领好马咖喱。葛本领一个，好马咖喱是乱讲话。乱讲话，对。他先是要跟你讲。你如果说要跟人家啊，你要去跟人家对质嘛，啊，人家说诬赖你，啊，你不是要跟他讲啊，他不认错，没什么嘛，咖喱那个就是说，你为什么要骗人，乱诬造我，还污蔑你那个意思。其中一个单位是一中国中，另外一个单位是护理国中，恭喜这两个单位在我们这一些这一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